我也是四大本空啊。好，从整个宇宙来讲，你是宇宙的一份子，我也是宇宙的一份子啊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，从向上的角度，从本性的角度，从缘起的四大的角度，都是平等平等嘛。所以我们要有同体大悲观嘛。同体大悲观就是要度众生，前面叫做大慈观啊，给众生快乐啊。同体大悲，悲就是拔苦，拔苦啊，拔苦。可是没有学佛，他不懂得叫大悲观了。哎，有的道场叫做大悲寺，然后这个外道不懂，说师父师父，你这个名字寺庙能不能改一下？我这大悲寺很好了，为什么要改？哦，你们这个名字不太好，就大大的悲哀，不太懂佛法。所以同体大悲，悲就是拔苦观，我们应当起慈心，大慈心，大悲的心，我们要给众生无量的乐，我们要给拔众生无量的苦，一直到他的我执都尽啊，让大慈大悲之啊佛的佛心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这就是菩萨啊。我们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，让这份啊正面的能量跟阳光照耀整个宇宙每一位的众生，而无所遗漏。所以真正的菩萨有大慈观，有大悲观。无言大慈观就是给众生无量的快乐，同体大悲观就是要把众生无量的痛苦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执着，执着会停顿智慧，根深蒂固的执着，那智慧就会冷冻，升华不起来。诸位，我们就用简单的啊，越肮脏的水它就越往下，叫做地下排水沟。清水能饮用，把清水烧开了，就更升华，变成了清净的空气 H2O2 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现在就看你的心，此时越破旧的发出来的声音就越大，品质越好的车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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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车子的嗡啊，那个车子快坏掉的啊，就震动的越厉害。一样的道理，越容易牢骚、抱怨的啊，愤愤不平的，他那个心就越烦恼。数值就越差，那个碰到再大的委屈也不解释，忍受享受这份委屈，这个人越来就越升华。胸量有多大，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，要看个人。你愿意做凡夫，我没话说。哎，你愿意做菩萨，就必须跟着佛陀的脚步走。所以你必须把真理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大慈大悲心就是正面的能量，犹如阳光普照大地，众生呢毫无分别。第五叫做广大智慧观呢，这智慧遍照法界啊，广大超越一切数量。什么叫做广大智慧观呢？
虚空法界尽是佛，唯有一个小人就是我，只要你找一个我执，就是宇宙中的小人。虚空法界尽是佛啊，其中唯有一个小人就是我，执着一个我执我相，你自己痛苦，活在你旁边的人就更痛苦，你的讲话伤人你自己不知道，你一直认为是对的，对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啊，有如佛一般的广大般若的智慧关照，了这个世间只有世间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大幻事，幻化的幻，诸法如幻，这个楞伽经就是这样讲啊。所以在大珠和尚里面就讲，万法人生宇宙无一法非幻，人生跟宇宙没有一法不是短暂的缘起生灭如幻的世间。所以经典里叫我们要看开点，打得破，让一切生灭通通放下，这个时候真如的极灭就会现前。你执着有为，就不能弃入无为，执着于无为就没有办法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真正的极灭离于有为，离于无为，这是真正的无为，这是生命的永恒实相。生命的永恒实相，就像《法华经》讲的，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即灭相，性相不二，体用一如。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好像煞有其事，事实上你冷静一下，都是空自性。再来回顾一下你这辈子，你以前所恨的那个人，三年放不下，五年放不下，在座诸位从现在去学佛，就当下就把它放下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对你的生死没什么帮忙，你恨就是见不到生命的阳光，自己阻碍自己。你以前所贪执的对象一直看不开，为他哭泣，为他留恋，难以割舍，在座诸位又能如何呢？生命如果能够杀到究竟的观想，便知道这个世间无一法可留恋了。好，最难突破的就是男女的感情啊。好，手牵手，那要牵到什么时候？牵了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那要牵到哪里去啊？继续牵呗，不是老公先死，要不就是老婆先死啊！冷静一下，这个太短暂了。还有这个金钱看不看？哎，有的人呢、啊，钱呢、啊，多到、啊、要去开一个仓库去装，要开大卡车才能载得完。诸位，你花得完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也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，如此过得安分守己知足常乐，那么日子就是一种奇迹 miracle， 奇迹就会显露出来。刚刚讲人之所以痛苦，
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世间很难修行的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有几个人能突破这个？财第一关就是90%，人为财死，啊，鸟为食亡。色，天底下哪一个男人或者哪一个女人，他说他没有这个男女的欲望？有，但是人类是有理性的，问题是你有理性也控制不住，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。在佛教里面要持戒啊，那么在这个人类的本能的角度来讲，如果你不保持个距离，他这个本能一发挥出来。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，人类的本能发挥出来的时候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的观念，法律约束不了他，没有办法啊。你有办法，人是因为比较有理性，对不对啊？像狮子啊，啊或者一切动物啊，生命只有两件事情：饮食和男女繁衍后代。啊，你到亚马逊河，或者是到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，都是过这样的日子。一切的动物本能吃，长大了繁衍后代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你不要教他。这个就是一种本能，因此佛就告诉我们，宇宙当中，啊，在佛的遗教经里面，啊，设置一人七大无碍，乃有意义，若是恶童，普天下无能为道。也就是这个宇宙最难断的就是男女，它是本能，它不是理性可以控制的。不是道德可以规范的，不是良心，良心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碰到那一关的话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有什么英雄好汉？所以小说家写了一句话，说英雄啊，不以此关论英雄啊，意思就是不以男女这一关来论英雄好汉，因为这一关没有英雄，它是本能。好，好，那么佛陀告诉我们。尤其特别的警戒这些比丘啊，比丘啊，或者是比丘尼啊，这个比丘啊，要跟居士保持一个尊重跟距离。那比丘尼应当跟男众保持一个尊重跟距离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那是本能呢，是不是？本能呢？哎，这台湾有一对夫妻，我讲过了，91岁啊，娶了一个89岁的，哎，一个老爷爷娶了一个89岁的老奶奶呀，两个加起来啊190岁哦，哎，89加90，180岁哦，180。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想想看哦。有的人讲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误会了，啊，他是找一个伴儿啊，哎，找一个伴儿，互相照顾。”我跟他讲，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啊。我有个同学，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学生呢、啊。我去大学上课的时候，这个学生呢、啊、算是校花。经过了10年没有见到，有一次我见到他吓了一跳，校花变苦瓜，我怎么会差这么多？你10年前你是校花呀、啊，啊怎么会这样子？他说呀，我呀生了个3个孩子，结果现在检查肾脏出毛病了。割掉了一个肾脏，
还有一些器官，再来公公婆婆，是不是啊？对我有一些意见，人生活在一起就是有一些意见。你看，十年的功夫，青春都这么奉献，所以财、色、名，啊，那么这个名很诱惑人呐、啊，很诱惑人。台湾呢、啊，这个选举你就知道，啊，很热闹的，是不是啊？财色名食刚刚讲过了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啊，为了饮食三餐，然后睡觉，我听说有的床铺一个床铺几百万，说阿拉伯石油王子说那个床铺1000多万台币，我就跟他讲为什么要买一个床铺1000多万呢？对不对？这几天。啊，徒弟孝顺，给我安排了很好的 hotel， 给我安排了类似总统的套房，啊，类似的。结果第一天进去以后，没办法睡。为什么没办法睡？我没有打妄语，这个床铺哈、哦，我见这么高，这个桌子这么高。我怎么爬都爬不上去。我就说自己说这个是姚明睡的，这姚明200多公分才睡这个床铺啊，我158，这是睡这个床铺，搞得太豪华了啊。董家去，嗯，这太享受了，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么好的命，你知道吧？第二天立刻就换掉，搞一个那么好的房间，是不是、啊？我睡也不过是区区一块小方块而已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个很高的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 hotel 要搞这么高的床铺呢？哦，人家告诉我，这个是专门给世界级的领袖，美国的篮球 basketball， 或者是那个欧洲的 football， or tennis， 啊，打 tennis 的 basketball or football。啊，打那个篮球、足球 ，tennis， 那个名人睡的，或者是总统级的，旁边还有个保镖哦。可是我没保镖，只有一个人。哦，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，哎，就是一个人，哎，没办法，立刻就换掉。啊，就换掉了，结果换掉怎么样？他打开那个弹簧床，这么大的弹簧床，全部拿掉，拿掉以后，剩下那个板子，就简单，哎，给我铺那个，这个棉被，铺那个棉被还好了啊，结果有一点硬，第二天睡起来，啊。南无观世音菩萨啊！哇，怎么会太硬了？你看啊，我这个人没什么好命的，那个搞得那么好，那个床嘛，按照这睡得很舒服，睡不舒服，立刻就换掉啊！结果换了，结果那个最软的拿掉了，剩下硬的。搞了一间房间，可能那一间我认为那一间呢要10000块波币啊，钱很难赚的，所以我没有那个命。对，财色名食睡，我睡得简单就好啊，没有那个命啊。接下来讲一点，最后一点时间讲一些有关于净土的
重点，因为太多人都念佛了。这里有净土宗的祖师告诉我们说，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，说难很难，说简单很简单，看我们有没有走对路，下定决心。底下是祖师特别叮咛修净土法门务必要牢牢记住的几件事儿。一，哇，因为前面很长，那时间剩下一个钟头，你必须浓缩再浓缩，再浓缩。三天只有六个小时，而且让大家真实受用，那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啊，但是我一定要尊重我们慧雄啊大和尚他的交代啊。那么也这里三天的法会啊，祈福弘法大会有一定的程序，我们一定要尊重。修净土法门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，这里每一句话你都得背起来，一句都不能漏掉啊。一，数世以来我们有了深厚的佛眼，使得我们今日能够得闻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的圣号，真是得来不易，因此应当利用今生今世如十万火急啊，即刻救援地奔向西方净土。如果我们不像这一辈子努力的拼命的求生极乐世界，下辈子恐怕会又堕入无明，而再度堕落轮回的胞胎当中，因为会继续投胎就有隔音之谜。只有好好的，既然念了阿弥陀佛，就一定要下定决心义无反顾，既然要求生就必须十拿稳当。这第一句话，祖师如此的劝导我们。第二句话，才提起一念佛号，一定要充满智慧，了解诸法如幻，心中唯是一心，唯是阿弥陀佛，绝不让烦恼众谋来不断的扰乱我们念佛。要怎么样方便降服我们的妄想而达到一心呢？要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唯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，是我们的向往的目的。因此下定决心，内心充满智慧，不被假象迷惑，一心念佛。只要我们的口念佛号，耳朵呀仔细的听聆听，心要和手中所持的念珠相应。在这里要附带说明，印光大师说，打坐的时候念佛千万不要拿念珠，会干扰我们。打坐要用心计数的，坐着念佛不要拿念珠，不要拿念珠，它会干扰我们的心。再来，晚上躺着不可以念佛，可以默念，念佛会伤气。那念佛的时候
一定要先念六字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是皈依，归向阿弥陀佛。念完了328句，324，就是一串念珠是108，念完三串324，接着再念四字佛号。不可以一开始就念四字佛号，这样对佛不恭敬。临命终的时候，但念四字佛号，不要念得太快，也不能念得太慢。啊，太快是打佛器用的。如果有个人临命终躺在那边，不能念六字佛号，这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。有的人呢，这经典他不看，祖师一路他也不看。印光大师迦言录我看了四次，从第一本台湾我发行的，从第一本印到第七本看了四次，大一就开始看，每一句话都背起来。再来，印光大师啊告诉我们，临命终啊，助念不可以打木鱼，只能打引磬。木鱼因浊，浊就是污浊的浊，引磬的因清亮、清晰、明亮。临命终助念只能用引磬，不能用木鱼，不能太快。就像这样，太快就是这样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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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临命终的人念到一半他就会起来，他会坐起来。居士们慢一点，都来不及跟了，送什么往生啊，再躺下来。也不能太慢，不能太慢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边念一边掉眼泪。那个死人就会起来，就是快一点嘛，这快断气了还念这么慢，也不能念太快，也不能念太慢，是不是？有的居士去助念的人很硬的，觉得他是个大居士，或是个比丘啊，我是个大比丘，大家都听他的，可是人家印光大师已经交代得很清楚，他一路不看，不看。正确的、正确的、标准的，要这样念：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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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。要这种速度，要这种速度啊！还有一种啊，台湾有个居士，我是侧面听到的。那居士都不怎么来文殊讲堂开示，听师父开示，然后自己觉得也很闲，然后就面对临命终的人，临命终的人啊，然后就去讲。就开始讲华严经说，华严经怎么在这里，楞严经怎么七处真心十分显见，然后接下来法华经又说，讲了一个多小时啊，都还没讲完啊，活人都听不懂了，还何况死人呢，哪有人对死人开始讲那么久的，对死人要这样讲的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心念还没有了？赶快！我的儿子还没结婚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儿子娶。你姑娘怎么样？我姑娘还没嫁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嫁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那些现金没关系，交给我，我帮你印楞严经。
然后最后大家就会啊，就简单几句，看他什么，对不对？开示他的死人都快受不了了，还讲，念到一半就说停，我再补一段。接下来还有的人呢，哎呀，跟他开示密宗，你现在看到什么光，红光、白光，看到什么什么光、什么什么光，开示了一个多钟头，他一辈子都没修过密宗，我怎么知道什么光？我只知道我这辈子钱花光光，我哪记得什么光？这你密宗讲这个怎么来得及？哎，这个不懂死人的心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一个人开示一个多钟头，台湾发生这一件，开示了一个多钟头。以前呢，二十几年前开示了很久，结果那个人突然之间回魂，没有死，就坐起来了。那个开示的人跑得比奥运更快，平常开示人家要万言放下呀，怎么样也是怕死人，不是真功夫啊，不是真功夫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去给人家助念了，那就快了。我到他耳朵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是不是他已经不能动了啊？我就跟他讲，我现在握着你的手，你用一个指头把我点，因为他只能听没办法讲。我说是金钱的问题吗？如果是，点一下。是儿女的问题吗？点一下。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慢慢的，你有什么看不开的？速度要快啊。我总共去跟人家助念了300个人以上，超过有的那个死人了，死了以后他的儿女都不敢靠近，不敢靠近去。我跟他讲，我来，我这个人很奇怪，从小到大就是不会怕死人，就比较怕活人，因为这个活人会骗我，这死人躺在那边呢，他不会骗我的钱呢。哎，有一次有一个太太，大概40-50岁左右，他说：“慧理法师，我很急，我很急。”我说：“你急干？告诉我，厕所在那边，不是，是我真的很缺钱。”我说：“缺钱怎么会像三宝一样？不是不是，我给你周转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周转多少？”哎，40000。哎，这是可是佛祖的钱呐、啊，这周转一下要立刻还呐、啊。嗯，师父，要不要生利息啊？我说。我打电话，晚上再打电话问一下观世音，看利息多少。我也不知道佛门借钱要多少利息，晚上问一下观世音。哎，我说那不用利息了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我应急，我的儿子怎么样，车祸呀，怎么样子，我要去我儿子说，哦，是是是，40000块拿去，到现在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30几年了，没有一个人给我这个印象这么深的，还跟我借了40000块，真是的，出家人的钱也敢骗，找了10个高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呢、要多看佛陀。哎，祖师大德的语录，这样才知道怎么做功夫，怎么帮助别人，不要胡搞瞎闹，自己想自己对。第三点，你想往生极乐世界吗？想，要完全抛弃名闻
溧阳。这名闻溧阳，你不会比以前的皇帝，对不对？朕即是天下，全天下都是朕的啊啊！对，新加坡啊，知道吧？朕就是我了，或者是寡人呢、啊？所以有一个、啊、即是听不懂，就是师父，哎，我这个这戏剧里面为什么讲寡人？寡人？为什么是讲寡人呢？我听过寡妇，就没听过寡人。我是跟他讲，寡人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是寡人。普天下只有朕一个人叫做寡人。哦，看了电视剧看了那么久才知道，寡人就是一个人呢，就是皇上的意思。就是皇上的意思，看戏剧有时候还要替旁边解释一下，还看不懂啊。寡人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。哦，好，要完全的抛弃名闻利养，还有悲欢离合。悲啊，人要分开很悲哀，欢相聚在一起，朋友相聚在一起叙叙聊聊天，人生一大乐事。离要离开了、啊、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要去美国读书，她的妈妈哭哭，我说呀，你妈妈爱儿子去美国读书是好事。他说自从他爸爸死亡以后，我旁边就是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到那么远去美国留学，我真的放不下啊，我放不下。我说妈，你放不下你搬去美国跟他住啊。他说不行啊，我这里我老公留下一些事业、啊、我说那你在哭什么？你是哭你自己还是哭儿子？你比儿子大好几十岁了，儿子年轻力壮啊，能独立呢。他要去完成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阶段，美国留学拿硕士博士啊，哭什么啊？这一离开心就痛，莫名其妙的掉眼泪，莫名其妙的。和哇，儿子从美国回来啊，就欢乐的不得了。美国儿子从美国拿博士回来，哎呀，宴请啊他的亲朋好友。世间就是这样，一下悲一下欢，一下子离一下子和。这世间把世间的常态变成一种执着，所以时时刻刻有得失的观念，有悲欢离合的痛苦，不知道其性本空。所以诸位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要完全抛弃名闻利养和悲欢离合懂种种情绪之事，一定要对自己的生死最切要的要关心自己。人有时候要学懂得学习关怀自己啊，每天都帮助别人，生死没把握那不行的。所以要对自己的生死最切要的，无如放下这件事情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祖师说一定要斩断生灭的意识心，要斩断世间啊的恩恩爱爱的绳索，这条绳子砍不断，那么你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念佛如果再看不开这个名闻利养悲欢离合恩爱的绳子，那么就是没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手握般若之剑，斩断名闻利养悲欢离合，斩断恩爱的绳子，才能放手
到极乐世界去，你临命中放不下，你怎么能够到极乐世界去？第四，乘着阿弥陀佛的大运船度脱尘世的生死轮回，心中要起平等利益众生的事，不可以有私心，不可以有占有，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轻视初学佛法的，也不能谩骂业障重的众生，有耐性，用大慈悲心、大智慧心、大喜舍心等待来日的因缘，才能度他，要起自利利他的念头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，要先到极乐世界，借着阿弥陀佛的极乐安稳的净土暂时去留学。所以你到美国留学，不如到极乐世界去留学。极乐世界没有生死，有阿弥陀佛、诸大菩萨、清净海众大菩萨教义我们、教化我们，等到我们的羽毛啊丰满，就像鸟的羽毛丰满了，就可以任意的视线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凡夫看不懂，有很多的极乐世界大菩萨来视线的。也许在座诸位，你就是极乐世界大菩萨来视线的，也许在座我们这些诸三长老不晓得是哪一尊大菩萨来视线的，要不然你怎么有这么仁慈这样子的庄严啊的貌相呢？所以我们要先借着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度脱尘世的生死轮回，而其自利利他的念头必须要能够稳定自己。娑婆世界的生命太短了，我有一次到那古塔去看十几岁的死掉，二十几岁的，我看有几个能够活到八十岁犹如佛陀的年龄，这样一排整排看下去，没有几个能活到八十岁，真的。我到那古塔生于西延多少年啊，然后亡于多少年，算一算五十六十，有的出生没几天就死了。也因此娑婆世界生命太短促了，到极乐世界去无量无边的寿命啊，哦，这一定要好好的念佛。第五点，执持佛号不能间断，听经闻法不能间断，誓愿不改最初的发心，尤其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一念融入阿弥陀佛。这个也有年龄的分别，如果你是二十岁，就八二开两分念佛，八分的时间听经闻。